乜你近視噶？係啊，千三度。哇，好勁喎！姚乐怡1973年9月23日出生于中国香港。尽管她在幼年时期并未展现出与生俱来的演艺天赋，但家人们却寄予了她成为职业演员的期望。然而，成长过程中，她并未一路顺风顺水。尽管外貌出众，但她曾多次受挫。直到有了星探的关注，她才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姚乐怡自幼热爱表演艺术，在父母面前常常展示小品和歌唱，毫不畏惧于观众的目光。在学校里，他积极参与各种文艺活动，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。16岁那年，姚乐怡考入 TVB 艺员训练班，开始接受系统的表演培训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和同学们一起排练、演出，度过了难忘的日子。然而，毕业后，他并未立即获得演出机会，而是需要持续努力，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。几年的等待后，姚乐怡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角色，在电视剧《美味情缘》中饰演一个年轻的女演员，这是她第一次在荧屏上亮相。尽管戏份有限，但她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从此她的演艺事业开始腾飞。姚乐怡成功地塑造了朱九珍这个角色，一个狠毒、刁蛮但又美貌动人的角色。她的演技获得了广泛认可，甚至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姚乐怡是一位才华横溢、魅力无限的女演员和歌手，她在演艺和音乐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同时，她也在其他领域有所斩获，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性。如今，姚乐怡已经是香港演艺界的资深演员，她塑造了许多个性迥异的角色，深受观众喜爱。他的演艺之路虽然曲折，但凭借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，他不断挑战自我，成为备受尊敬的演员。